恭喜公主，终于报了杀母之仇。还多亏了你帮忙。没有公主，便没有今日的沈惊鸿。走吧。在事成之后，你便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丞相。我定不负你。这一品相位，刘琛也可以给我，只是我想要的，并非这万人之上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是公主的心。沈惊鸿，我没有心。之前你一直在模仿先帝笔迹，现在可以派上用场。怎么可能？不对，这一定是矫诏。刘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换遗诏！您的脉象已经是油尽灯枯，回天乏术啊！这位是，一定是您诊错了，麻烦您再给王爷仔细看看。你们不要为难赵院士了。这件事情绝不能让他知道。恨一个人总比怀念一个人强些。琛儿登位不久，京中各方暗流涌动，我若死在京中，只怕定京要大乱。与其这样，我不如瞒下此事。皇叔为国操劳多年，他不就是想过几天清静的日子？你为什么非要把他找回来？定王殿下欠了微臣东西，微臣要把他要回来。欠了什么？朕替皇叔还。